因为我小我的女儿太挑食啊，带她去别间吃又不吃，带她去那个苗圃吃意大利面，她就一直嫌说不好吃啊，去了两次都说不想去啊，对啊，这样怎么去别间餐厅吃呢？二三好酸，太酸了。想要卖场吗？要。你这么挑食还在拍呢？好。啊？那我准备喝完啊。咔咔咔！爸爸想到，以后我们不要叫玲玲美食街，玲玲挑食街。不要。妹妹，孩子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贝斯吧。这个是他们的菜单。菜单。一个青鱼，还有嘞。有黄金鸡。黄金鸡排。我看后面的。黄金鸡排。黄金鸡啊，黄金鸡，黄金柠檬鸡，黄金柠檬鸡，好，嗯，粉，还有没？我们点了一个什么？我们点了一个盐烤青鱼，在哪？盐烤青鱼，盐烤青鱼，然后还有在哪？黄金柠檬鸡，黄金柠檬鸡，再点一个豪华海景冻好了，爸爸吃这个，对，不豪华不用钱，黄金菜素。不行，在那个薯条，你要去买十元小薯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先去结账喽。有没有要吃海景冻的？难怪是我的筷子，的话很简单。拿去，先不要拿，不要拿，给它滴出来了。给我一根就好了。好，快点，快点啊！用另外一边，另外这边才是搅吃饭的，这边不是吃饭，这边吃饭搅饭。哇，好快呀！快，我搅一下吧。等下我要排第三个搅拌。是爸爸。嗯。赶快换我了。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你了。我排第三个，换你啦！换我的，换我的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啦！我排第三个，换我了啦！你已经弄过来了？没有。小金鱼有七次，谢谢。那三点钟到齐，谢谢。你自己会挑鱼翅吗？嗯，不会。我不能吃第三。好。我不喜欢水蜜桃口味，我喜欢水蜜桃口味的，可是我不能吃蜜桃，可以挤吗？快点吃鱼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拍你吃鱼。那个闻闻味好好吃呢，但好香，你要不要闻？我也要闻，我也要闻。啊，我鼻塞。不过还是闻得到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爸爸问问题，开始。请问你的碗里面有鱼翅，你怎么吃呢？我都选没有鱼翅的地方。这里就有一根鱼翅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一根没有，很大一根，对不对？鱼翅。当场打脸。对啊。请问你怎么是选没有鱼翅的地方，最后会选到一根鱼翅呢？我可是一个。请问你一餐平均吃多久呢？然后他就还没吃一顿饭，你平均吃多久时间？你们吃一餐不一样哈。一个钟头以上。有豆腐呢，里面有豆腐呢，要不要？可我只想搅拌呢。好，给你搅拌。你在学校吃很快。为什么在家里吃那么慢？啊，好快，我吃了。现在把豆腐抓走。哦，妈妈，他家里的好吃，想慢慢品尝。你要喝汤吗？你的包豆可以给我吃吗？可以。进十八跟冻饭，你喜欢吃哪样？都喜欢。姐姐。最喜欢的呢？小鱼。加太酸。加太酸的啊。嗯，碗是碗的。哦。我可不是菜头鬼啊，好酸哦！菜头鬼吃柠檬都不会感觉到。他们把饭都吃完了，厉害，第一名。下一题。下一题哦。请问最近有什么计划吗？拍片计划。考虑一下，等一下把所有材料
我准备好，我们就来拍一部准备万圣节装饰家庭用品。万圣节还很久，你可以先吃一口饭再讲话回答吗？就是呢，我会希望，我回家完准备材料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开始，开始就拍零零美劳群。嗯，这计划不错，等到万圣节的时候应该就已经忘记了。就等于把材料准备好，来拍几零零美劳群，然后就留着，留到万圣节，或者是十月就会一直摆放。我头脑记得很好，只有我记得，那就永远都忘记。对，给姐姐记，给姐姐记一点都不靠谱。妈咪，那你可以谈谈最近的计划吗？好啊。最近计划，这也不错。那有什么节日可以去哪里吃吃饭玩一玩？那你问为什么你们每次都去这几间吃的鱼呢？一直重复拍，一直重复看，不是很烦吗？要问爸爸。啊？要问你啊。因为我的女儿太挑食啊，带她去别间吃又不吃，带她去那个苗圃吃意大利面，她就一直嫌说不好吃啊。去了两次都说不想去啊。对啊，这样怎么去别间餐厅吃呢？哦，算了。太酸了。我讲话会很酸吗？我又不是酸民，我讲话会那么酸吗？不是啦，是饭很酸啦，冷笑话哦。这个是浇在鱼上面的，懂不懂？是说浇在鱼上面啊，这个就是很酸的，它是鱼。对啊。没有，以后看过这支影片的都要把这个晶体加在饭里面。这才是最棒的吃法，对不对？最好的吃法，很美味。我们再回看一下他刚才很酸的那个表情，来。大家都酸了，怎么就一点？那你最近不是有了计划要做吗？你要做什么？爸爸不提醒你哦，爸爸不会提醒你是要做拼豆的。拍一个做拼豆的影片，然后呢，我已经把拼豆的嘴巴没有了，嘴巴，我已经把拼豆的图片准备好。姐姐，你看，我还没吃鱼板，姐姐，我还没吃鱼板，还没吃鱼板，爸爸，鱼板干。我还没吃鱼板。好。爸爸，你看我还没吃鱼板。对啊，有两个还没吃，对不对？我吃大的鱼板，还有红鱼板。对。加点离线。好看，好看。啊，离线了。你为什么要把好吃的留在最后？这样，就是呢，把好吃的留到最后，就是你把难吃的留到最后，你就不会一直记得那个口味吗？哇，有道理。那好吃的时候就可以一直记得好吃的口味。神理论哦，我应该是先吃好吃的，难吃的最后吃不饱就可以不用吃了。拿好吃的先吃完就好，就饱，懂不懂？也有道理。嗯。那观众留言就说，看你是好吃的先吃还是难吃的先吃呢？哎，有观众留言，你那么挑食，你怎么还可以拍美食节目呢？美食频道。以后现场吃也算。以后那种留言会有很多酸民，爸爸现在在。FB 也是有一堆酸民会留言，比如说爸爸去偷十三层点灯，就有人会留言说浪费电啊，干嘛干嘛。那今天有啦，今晚有啦，拜托。酸民留言，就看你电灯照墙壁而已。这次好冷。姐姐，其实你吃很少，才吃不到半块，对不对？你鱼也吃不到半块。多吃量很少。他快十点才吃完那个三明治。我味道很大，今天可以吃香肠吗？
吃香肠，我就挑战吃多一点。今天吃香肠，我吃多一点，好不好？今天你看我的嘴巴好大，今天看我的嘴巴好大。好，那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，多多留言，让我有心情可以回。后来每次就是很无聊的时候，就想要回留言，然后就开手机都只有一个留言而已，不是零的。你现在听到有人留言就要很高兴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们频道要改名字，一直忘记了，对不对？要改什么？玲玲与小猫咪的频道，还是玲玲频道？玲玲的频道，玲玲的日常生活频道。我会开很多频道，怎么玲玲美劳去，玲玲美时间，到玲玲去。所以你要频道名字，你要改什么？你自己想，这里的频道不是我的。那我想想。不行啊，你还是要改玲玲的日常生活频道。还是玲玲的频道，玲玲频道，玲玲玲玲玲玲玲的频道。我不知道，让我都被推去第四外面了。啊，零零零零零零零的频道，让都被推去零零五四三的频道。还那有小猫咪的名字叫吗？三个频道。零零与小猫咪的频道。林姐妹啊，林姐妹，不是，还是要你们的名字出来，林林，林林林英姐妹，林林林林，我最不会，那人家搜寻一下，林姐妹，姐姐，这里要就两个零，这里要林林号小猫咪。毕竟还有，毕竟还有另外一个 YouTube 也叫玲玲，他跟我的字也一样。小猫咪的刚才讲的可以，小猫咪刚才讲什么？我刚才说那个玲玲，玲玲与小猫咪的影片啊。嗯，玲玲与小猫咪的频道，好，一样。毕竟我频道真的要改名了，因为有一个也叫玲玲的频道。重复没关系。对。他跟我的是一模一样，一样没关系。没，法律没有规定你不能一样。会不会那个人也在我们这里看？对不对？他有人妹妹也叫林颖。真的？我打电话去问看。但是爸爸在外面。为什么我的影片只留下三个赞？赞下去，订阅我，按下小门的小铃铛，可以收看片通知哦。有的还要去留言刷，别表下，拜拜。想要卖场吗？要。你这么挑食，还在拍呢？好。啊？那我准备喝完啊。咔咔咔！爸爸想到，以后我们不要叫玲玲美食街，玲玲挑食街。不要，也是我喝完了。我也要喝，观众看我喝完了。我也要喝，爸爸录我，我也要喝。为了赌气。对。没味道。喝完了，喝完了。我要喝完才行。爸爸，你检查我有喝完了。喝完。检查看有没有喝完。哎，还有啊，还有没有喝完啊？你偷换杯子？有吗？有啊，这是我的杯子。好。没有，我把后面剪掉，我会把后面剪掉的啦。你一次没喝完会被发现。好了，拜拜。这个是我的杯子。对。这是我的杯子。姐妹吵架来。你也不会那么凶吧？你干嘛打我？啊，妹妹走心了哈。好，那个猫咪来，这杯子是你的对不对？嗯。这是姐姐的，没错啊。对啊。来，毛豆一人一个，还是你们你要吃完？他凶我还打我。来，姐姐。挑食虎来，啊，你可以叫挑食虎对不对？人家有贪食蛇，你可以变挑食虎。姐姐，你下巴擦一下。下巴，下巴。挑食虎对不对？就是变黄。哦，然后。来，小虎来，头抬起来，我看一下亮光，反射亮光，快点，看爸爸这里，没有反射，来，要怎么反射？怎样？
你把衣服调一下，衣服调一下。有了有了。对，好，猫咪不要讲哈，猫咪毛豆，小吃的毛豆，猫咪吃的毛豆。快点。帮爸爸吃掉了。这是。快点。毛豆，快点。快点。吃了会想吐。好了，快点。突然吃完。这是想吐毛豆。吃完结束了，我们不要再那个偷气了，快点。小猫咪来。小猫咪其实是真的。好，那爸爸妹妹唱歌。自己做错事。赶快吃啊！赶快吃啊！还有人在排队。快点。那不要吃了，我们走了。快点，快点。快点啊！好，那我们走了。来，毛豆三秒内没有人拿走，爸爸就吃掉。一秒，两秒，三秒。这就是我露娜最可爱的样子。啊，那是一个猫咪图案，不是一个。来，看爸爸吃毛豆。爸爸的毛豆时间。爸爸的毛豆日常。好了。好了。嘴巴猜一猜。算骗钱，爸爸。Ending 过来了。好，拜拜。